Hello， 咁啊，欢迎咧咁多位听众朋友啊，翻到嚟今日嘅国际大棋局啦。咁啊，进入节目之前咧，恳请咁多位听众啊，按赞订阅，咁啊，同埋咧可以支持下我哋嘅 Patreon 啊。咁啊，亦都系啦，即系今日嚟计咧，虽然系星期日，咁但系咧就我行程啊，咁啊相当紧密，咁所以咧撞咗时间之下咧，就呢几日咧晚上啊。就抱歉啊，未能同大家咧系直播形式嚟做啦。咁啊，我想问一问啊，即系我旁边嘅都系今日仍然系有呢个美国嘅听众啊 ，Andy 啊，喂，你听我讲嘢咧，支麦清唔清晰啊？诶 ，Hello 麦俊，冇问题啊，你个声系 OK 嘅。好啊，咁啊，今日咧就我同你两支公啊，因为阿 Ken 哥咧就星期日咧。倒翻转咧，做 I T 系冇呢个假日休息噶，佢啊星期日啊都系要去赶住去帮啲客人做嘢啦。咁所以咧，咁啊今晚嘅节目咧，咁啊佢啊暂时佢帮唔到手先。咁但系晏少少咧，做完我哋国际大棋局咧，我哋深夜有个节目叫兄弟深夜台嘅。咁啊阿 Ken 哥会翻嚟啦，跟住就会同其他譬如阿朗哥啊。火霸大叔啊，蝎子王啊，咁啊，大家一齐主持个节目啦。咁啊，所以大家咧一阵间听完之后咧，都去支持一下我哋夜晚嘅兄弟深夜台。好啦，咁啊，今日嚟计啦，咁啊，讲紧啦 ，Andy 啊，第一日，咁啊，大家倾下偈啦，讲下啲生活文化不同啦。第二日咧，琴日咧，咁啊，即系真系啊，呢个男士之间嘅对谈啊。咁啊，講一講，咁啊，亦都係即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啊！我講緊咧，即係我身處嘅地方啊，咁啊，有啲假消息 （fake news）， 咁啊，個問題都幾嚴重下嘅，甚至乎琴日咧就分享咗啦，讀咗啲頭條嘅新聞出嚟啦，咁啊，大家發覺就好大鑊啦，什麼喺廣州咁樣放生一條嚇、啊，即係叫做攻擊性嘅魚類，竟然排頭條嘅頭十名。咁以巴衝突咧係排到頭條最後一名嘅，咁啊大家知道咧，咁啊國內咧，咁啊譬如係廣州嘅朋友啦，咁啊甚至乎 T 小姐啦，佢哋活在一個點樣嘅空間啦？琴日就同大家講咗啦，咁啊跟住咧又即係最緊要啦，我哋有一位嘅聽眾啦，咁啊因為咧佢就入咗院啊，咁跟住咧就琴日好開心，佢就手術順利，咁啊跟住係處於一個係。即係精神唔係咁好啦，半睡半醒啦，需要打抗生素啦，要食流質食物啦嘅一個狀態。咁就今日咧，佢私信咗我哋，佢就已經係即係康復得係幾好。咁係希望佢就即係嗰個進度啊，亦都係希望佢啦或者醫生咧係滿意啦。咁喺度咧再次祝福我哋嘅聽眾朋友啦。好啦，咁啊 Andy 今日翻到嚟咧，因為今日我就時間比較緊密啲啊。咁啊，要去趕住去兩個唔同地方嚇，咁所以今日翻嚟咧，不如咁嚟，我哋啊，即係正式進入主題啦。咁啊，我哋唔好吹啲無聊水字啊，好嗎？好好好。咁啊，今日第一樣嘢啦，咁啊輕鬆啲啦，假日。咁啊，想講下其實呢件事都幾轟動嘅。咁啊，講緊啊邊個咧？咁啊 ，Eason 陳奕迅啊，即係幸福摩天輪咧嚇。咁啊，我由細到大都即係大家都聽佢啲歌噶啦。我諗你都係嗰個年代啦，係嘛？系啊，佢都系即系以前都系我的偶像嚟嘅。咁系啊，咁加埋谢霆锋咯，系咪先？系啊，好正喎、啊，谢霆锋又系。即系喺嗰个年代就系咁噶啦吓，咁、啊、跟住即系佢哋有啲歌啊 crossover 啊嘛，即系例如啊改造人啊，系咪先？你为谁哀悼啊嘛，我为谁哀悼咁样。跟住另外啊，譬如讲紧啊谢霆锋啊，又有啲歌陈奕迅咁啊交换嚟唱啊。即係喺嗰陣時咧，係長期係佔據我嗰個年代咧，係好興呢個 Yes 周刊嘅 Yes 雜誌嘅。係。咁啊，即係我諗你都睇過啦，你有扭過 Yes 卡噶都係咪先？睇過，有買嘅，以前有買嘅四大天王。係啊，咁去到後期其實係謝霆鋒啦、陳奕迅啦。跟住嗰個年代咧，加埋嘅 Twins 啦，即係蔡卓妍啊，同埋阿嬌啊，鐘欣桐咧，就有一段時間都長期佔據住 Yes 周刊嘅。咁啊，謝霆鋒基本上咧就係當陣時啊係個潮流指標嘅。咁啊，陳冠希出嚟咧，諗住話係即係取代佢啊，但係其實取代唔到嘅，因為陳冠希就係
鬼仔性格啦。咁跟住有樣嘢又係，因為陳奕迅咧，其實佢又唔靚仔嘅，但係佢唱歌咧真係好聽喎。喺我哋嗰陣時嚟計係咪啊？即係你譬如講緊咧，有啲歌其實陳奕迅啊、鄭鋒咧，大家都唱過噶嘛。例如你嗰陣時去 New Way 卡拉 OK 噶嘛，一定會點噶。例如非走不可啦，係咪先？咁啊，跟住幸福窩天倫啦，咁啊，即係成件事咧，可以話基本上啲歌咧係深入民心啊。咁嗰個年代當然啦，唔使講啦。咁仲有周杰倫啦，係咪先？系咁啊，周杰伦啊，好犀利嘅，唔单止歌啦，咁啊，佢拍个套戏啊嘛，叫《头文字 D》啊嘛，系咪？即系例如，自从佢之后教晓咗我哋啦，咁即系你作为一个车手，咁你一定要摆杯水喺车头啊嘛，系咪啊？系，系嘛？咁嗰样嘢好大镬噶嘛，咁另外即系杜汶泽咧，咁啊做佢同学仔啊嘛。杜雲澤有一兩個名句嘅，第一句咁就即係我嚟計咧，我啲而家老坑嚟噶啦。咁啊，我哋由細到大夢想就係我要揸 GTR 啊，係咪先？呢個係我哋嗰代人嘅夢想嚟噶嘛，係嘛？喂，跟住另外第二句嘅就係、是、學海喎、啊，大佬俾阿周杰倫喎、啊，俾人指住我鼻喎、啊、鬧喎、啊，你條女係雞嚟噶，30,000啊，咁樣啊，係嘛？即係。即係簡單啲講，喺嗰個年代，我哋學到好多物理定律嘅，即係例如講緊，例如鍾麗藝啦，咁啊，跟住即係邊個啊？即係余文樂咯，咁同埋邊個啊？陳小春咯，咁跟住另外就陳冠希咯，咁你其實你永遠都超越唔到佢啊嘛，佢講原因俾你知㗎啦，係咪？係。咁但係超越佢點解超越到啊？因為你有個老豆叫黃秋生咪得咯。咁喺嗰段时间咧，其实好欢乐嘅，即系嗰个年代咧，电影又系啦，即系譬如我好想咧，我有时间系讲一啲系我哋嗰阵时影响好大嘅港产片嘅，例如《特警三人类》咧，就系、是、其中一套啦。咁好坦白讲咧，其实嗰个时代咧，唱歌咧，你啲人去唱 K 啊，几时啊？基本上女嘅。咁啊，杨千嬅、容祖儿啊，咁啊铁胆嚟噶啦，基本上梁咏琪嗰啲歌咧易唱，但系佢唔多嘅，即系佢啲歌唔多嘅。咁男嚟讲咧，咁基本上咧就陈奕迅咧，基本上十首歌咧，咁啊八首有人唱噶啦。咁好，即系我记得好多次咧，佢都系蝉联咧，譬如话讲紧嗰啲歌唱比赛啊。嗰啲嘅金獎啊，什麼歌金曲獎啊，勁歌金曲啊，跟住另外咧去 New Way 啊，永遠嗰個榜咧 Top Ten 都係有陳奕迅啲歌噶，係，即係澳門好，係啊，澳門都有 New Way 啊嘛，哦，係咩？係啊，有噶，啊，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呢啲係我哋嗰個年代嘅文化嚟噶啦。咁啊，陳奕迅咁啊，發生咩事啊？咁其實之前咧，佢俾大家嘅感覺咧，咁啊，伊神咁就好愛國噶嘛。咁例如好簡單，咁啊，因為新疆啲棉花嘅問題咧，佢啊叫做話同大家係講啦，要撐啦，跟住要同嗰啲贊助商啊，即係我冇記錯係 Adidas 啊，咁要割席噶喎，係。即系佢要割席噶，去到冇 friend 做噶喎，咁样咁跟住后屘又发觉原来系拆咗啦，系咪？咁跟住咧，中间陈奕迅咧，俾人感觉咧，佢为咗捞嘢，即系嗱嘅直接啲呢个词啊，即系为咗喺呢个时势下搵钱咧，即系佢都叫做话，你感觉佢都爱国亲中，基本上为钱咧就做乜都得噶啦，都唔系即系叫做咁高尚情操啫。咁但系啊，佢喺澳门咧嘅演唱会咧，咁啊，哇，都好大镬喎，大佬，咁有单嘢都好癫下嘅，咁啊，有条片啦，咁条片咧，咁啊，讲紧啊，大约系即系叫做话系一分半钟到啦，吓，咁啊，分零钟啦，咁啊系有条片噶嘛，喺度讲嘅，咁啊好啊，咁啊麻烦阿 Ken 哥要帮手插下条片啦，咁啊。Andy， 我哋等条片翻嚟咧，我哋啊评论下呢件事好嘛？好啊，好。啊，唱歌越洋的，跟住
咪算我。及佢馬甲。I love speaking whatever the way and language I want. 你可以慢，可以叫，麻烦你说国语就比较好听一点了。等等，你讲国语。我不是不会讲国语，我可以讲国语，我可以，我很流利的可以。你可以要求你唔该，请麻烦你啊，唔该你，唔系噶 ，no no no， don't get me wrong。有人如果问 speak English， 我都系 ，oh shut up， there you go， English， shut up。唔系即系其实讲，即系你哋讲，你听唔明咪算咯。我不知道你估咩獎啊，其實係即點啫？你叫有個 if like David Bowie 喺度咁樣，跟住哦，又啊，哦唱歌語啊，唔通啊？跟住我講廣東話咁啊，奇怪啊真係 ，sorry 今日我塞翻耳塞算啦，我唔理你啊，你唔喐都得啊，我就自己喐啦，拜拜。好，嗱我 mark 時間。好，一、二、三，好啦，咁条片咧睇完翻嚟啦，咁啊原文原声啦，咁条片咧咁就系喺呢个即系而家吓，就喺啲国内嘅平台啊，讲紧啊，即系嗰啲小红猪啊，啲嗰啲啊，微信啊、抖音咧就疯传嘅，咁当然好大镬嘅一面倒咧，就喺度反紧伊神啦。咁另外開始亦都有出現個情況啦，例如你微博咁啊開始禁緊唔俾你播呢條片啦。咁啊見到咩事咧？好直接，哇！佢即係串啲小粉紅喎。咁成件事佢係咪串？即係你睇完你覺得佢係串啲人係叫佢啊？你講普通話啦，你幾時都講普通話啦？你覺得佢係嬲呢樣嘢啊？定係佢係串班友？其实是冇礼貌呢，你觉得是哪样嘢？其实我自己看完条片，我觉得他两样都有少少，可能他自己都即有些压力咯。即我不知道他之前撑即那些新疆棉咧，系他自己个人意愿啦，定系佢个公司，即系或者佢成班团队咁样个压力啦。咁但系今次就好像他系有少少个人情绪摆上去啦，你看到。因为他那个反应是比较好像自然的，我觉得是，还有即时爆发出来的，是不是？那你因为陈是你继续、啊、即他好像是有少少嬲的，真的讲到，因为陈奕迅呢、啊、你讲、啊、你讲嘛，你讲嘛、啊、我的意思就是 他是真的有少少自己的情绪爆发出来， 是真心有少少嬲的，是 不是很想真的人家叫他讲国语就讲国语咯。嗯，好啦，到我讲啦，好唔好？咁跟住陈奕迅咧，其实佢不嬲都系一个好有自我主义嘅人嚟嘅。咁当时咧，其实好多年前咧，喺呢个 Yes 周刊同埋一本便利咧，咁佢啊曾经做过一个特辑，系讲紧乜嘢咧？咁样，哎，讲紧佢攞 LEGO 砌只尤达大师啊 ，Star War 星球大战啊，嗰啲尤达大师啊，跟住佢。做了一個特輯喎，佢砌只嘢出嚟，咁件事係咪 LEGO 樂高叫佢做咧？竟然唔係喎，咁件事係咪 Star War 呢間公司叫佢做咧？都唔係喎，佢係將自己嘅興趣就咁擺出咗出嚟，但係咧啲人睇唔出咧，就以為係一定係 Star War 同埋係 LEGO 或者係即係總之兩間公司咧叫佢
推介一下啦，咁样。咁其实成件事唔系啊，即系其实佢本身都系一个几有自我主见嘅人嚟噶。咁啊，即系简单啲讲啦，有自我主见嘅人咧，有好有唔好嘅。咁综实情况嚟讲咧，佢年轻嘅时候咧，佢都有种不受控嘅现象啊。咁、那个不受控嘅现象咧，系某程度令啲经理朋友咧，佢嘅经理人啊等等咧，有时都会头痛噶。咁佢喺英皇时代咧，系即系我谂啊吓，嗰、那个 Manny 啦，即系阿霆锋啊 Twins 啊，佢哋嗰个经理人咧，都系个靓女嚟嘅，姓霍噶嘛，系啊，咁啊靓女嚟啊。其实我谂嗰阵时咧，佢管住呢班咧。后生仔女咧，我谂佢压力都好大嘅。嗱、那个情况，我谂佢嗰阵时个年纪咧，就类似早排微辣事件咪有个过身嘅，受到呢个欺压，咪有个经理人嘅阿晶嘅。系、那个情况就好似微辣个阿晶咁啊，廿零岁嘅管翻廿零岁嘅人咯。咁所以咧，嗰阵时陈奕迅咧其实几跳嘅。咁当然啦，佢啲性格系。艺术家性格啦，其实你除咗佢唱歌咧，佢嗰阵时，譬如同容祖儿拍到戏啊，讲佢哋做啲男警女警啊，做警察噶，叫神唔知神经侠女啊嘛，套戏好好睇嘅，即系佢做戏好好睇嘅，陈奕迅系啊系 OK 嘅，你估佢唔到啊，佢系好自然，同埋咧，其实咧，佢直情佢肯定冇上过任何 training course 嘅，但系佢做戏咧，佢基本上咧系呢个方法演技。嘅好好勁嘅運動者嚟嘅，佢係可以好快咧，係你 take action， 佢可以完全代入咗一個角色度啊。係好自然，你覺得係？係啊，好自然嘅，即係彷彿佢與生俱來，好似佢拍王晶嗰套講呢個華探長時代嘅，記唔記得啊？嗰套金錢帝國啊，嗰套係。你應該看一看，因為那套呢其實是他代表作來的，我覺得他在那套戲裡面呢，其實他是很，即是那個戲是很入戲的，還有他是好做得很好的，譬如那時候的無奈啊，那時候公職人員貪污情況呢，他演繹得是很自然和很出色的。那一個在幕前演繹那麼好的人呢，其實他自己一定是有他的想法，所以譬如新疆棉那件事之前來計，好可能咧，陳奕迅咧，佢嚟計咧，佢為咗廣告，為咗唔想得罪中方咧，佢有好多嘢咧，可能係佢自己唔想去講，但係佢就啊，索性咪鳩講咯。跟住佢諗住係取悦大陸啊嘛，但問題大陸啲 fans 咧取悦唔到之餘咧，又搞到冇咗 Adidas 嗰張合約。陳奕迅張合約唔少錢嘅喎，跟住咧佢諗住。即係有啲嘢可能計錯數，咁同埋陳奕迅咧，佢去到佢年紀咧已經唔細噶啦，係咪？即係我哋嚟計，我哋兒時偶像，佢而家係即係我哋都係中年咯，佢點會年紀唔大過我哋咧？咁喺佢嚟計咧，其實佢去到某個年齡咧，可能有時人嘅話咧，可能想講啲真話，做啲真嘅性情啊！即係其實早幾日咧，周潤發喺呢個韓國嘅影展講咗一番説話。又是被人痛击的嘛，是不是？是是。他先讲完说韩国电影是有很多的创作自由，而香港电影现在是没有空间发挥，亦都是干预过大，他很直接地讲出来的。跟着讲到尾，你不怕你讲完之后你回大陆没戏开吗？你不怕人不敢找你拍戏吗？他只是告诉你嘛，喂，他即是要碗饭两煮白菜。都过到活噶啦，冇所谓啦。佢成副身家几十亿，佢都谂住捐晒出嚟咯。佢又冇仔女嘅，喂，佢已经咁豁达嘅时候，其实人一去到一个咧，你咁豁达唔重视物质嘅情况咧，基本上呢个世界冇压到你啊，即系冇嘢可以压得住你。陈奕迅咧，我相信可能即系面对疫情啦，咁佢年纪渐大啦，你见佢好耐冇拍过戏啦。咁另外佢嚟計佢即係佢始終咁講啦，我哋嗰代嘅明星咧熱度係過咗噶，係咪？咁唔係個個好似鄭峰咁好彩噶嘛，轉型噶嘛。即係喺大陸咧有篇文咧，之前咧我睇咗鄭霆鋒咧喺佢年輕嘅時候咧，
佢系一个歌手，跟住咧喺佢中年时候咧，佢又狂拍电影，跟住喺而家咧系发生咩事啊？佢变成一个咩啊？美食家、哦，国际名厨、哦，跟住喺大陆度啊，话有风味噶嘛，谢霆锋个风、哦，风味系个品牌嚟嘅，出好多咩意粉啊，出好多古灵精怪嘢食啊，跟住喺淘宝天猫咧，喂系讲紧系做成亿上万嘅，即系做。即係幾千萬啊，過億嘅生意喎、啊，你估唔到噶嘛？喂，大佬，喂，大佬，你轉變咁大嘅，真係孤立咁刀噶嘛？係咪？咁但係鄭風以外，係咪代表個個撈一掂咧？咁好明顯，我哋嗰陣時嘅偶像咧，我哋細個聽住嗰啲啊，梁漢文啊、楊千嬅、陳奕迅嗰啲咧，而家都幾老懷下噶，你覺唔覺啊？係係，係嘛？系咯，都听唔到咩梁汉文嗰啲咯，好似已经冇噶啦。我之前澳门赌厅啲宴会仲见到佢，都话试过同佢同埋阿连思雅同台食饭咯，跟住仲听到佢咯。佢出嚟唱都仲系唱嗰啲咩黄潜艇啊，有另外有首歌啊，太太太太啊，佢啲名著咧，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咧，系咪先？系系啊，跟住佢一唱嘅时候，哇！大佬啲人喺度讲笑啊嘛，哎，真系喺张赌台上面揭牌嘅时候系咁咯吓，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咧，系咪先？系嘛咁。咁其實正如嗰陣時嘅明星鄧建雲，去到邊佢都仲係唱啲無嗰啲咩例如梁漢文都有首無賴啊，咁鄧建雲都係唱朋友二號嘅啫嘛。係，喂，我鄧建雲去咗加拿大啦，佢走咗。我唔知道啊，你究竟係就啊？見到 YouTube 依家佢自己有開台啊嘛，佢同咩李婉華依家開台啊嘛。佢去咗，即系话佢移民咗去加拿大啦。哦，哇！李婉华好嘢嚟嘅，我细个睇卡拉屋企系好中意佢嘅，同埋有阿靓坤一齐做嘅。系啊，正啊，靓坤。系啊，阿靓坤做电视剧都好好睇噶，唔系讲笑噶。我细个真系，我谂我同你同年纪噶啦，都系小学嘅时候啦，系嘛？系啊，同年纪，同年纪。小学啦，同埋好细个咯，即系真系小学都系啲小学什么话一二年级嗰啲咯，即系卡拉屋企应该都系嗰啲时间咯，系啊，咁啊，长时间嘅嗰个卡拉屋企好似唔知百几十间嘛，好似都，我真系唔知啊，其实喺嗰个时代，你即系其实。最深入民心嘅咪就系晏昼嗰啲咩封建车人啊，夜晚嘅城市猎人啊，圣斗士星矢啊嗰啲咯，系咪先？一定系呢啲嘢噶啦，嗰、那个年代。咁另外琴日个话题咯，八九六四咯，你一直记住噶嘛？即系我记得我嗰啲小学咧，我记得我小学好似系六年级喎、啊，我写咗篇关于八九六四嘅感想，跟住我攞出嚟系。参加学校的演歌比赛冠军，跟住再参加跨区比赛都攞埋奖啊！哇！咁你系啊，嘅喎，你系咯，咩听唔到？即系话你咁样系好叻嘅喎，已经咁细个已经可以即系你理解到呢单嘢。其实我唔系好理解嘅啫，咁、那个重点只不过咧咁讲啦。其实我由细到大我都几唔怕丑嘅，我对住几百人啊。去讲嘢咧，都冇乜问题嘅。咁跟住去到我大个咧，出嚟社会做事咧，咁例如嗰阵时都试过咧，即系喺上市公司背景嘅。咁正常应该系个 GM 啊，即系总经理或者系个咩嗰啲叫咩 MD 啊。咁正常系佢哋嗰啲级数讲噶，点知临时个 GM 同我讲，佢话。所以我想不到讲什么好啊，跟住我话吓、啊，你不是起了张稿嘅咩？佢话诶，都唔知掉咗去边啊。咁我咁点啊？你上去讲啊，咁样、啊。跟住我大佬，喂，我系个姐仔嚟嘅啫，大佬 manager 嚟嘅啫。佢话你上去讲啊，咁样。我话吓、啊，我讲。佢话系啊，你讲下我哋公司之后有咩发展大计，跟住啊，即系其中一样嘢啦吓。同當時都仲未係超級彈起嘅嚇嘅某位而家身在呢個坐緊監嘅大哥，
跟住就会同佢哋有啲合作嘅咁样，跟住要宣读出嚟啊嘛。我吓，我好大镬喎呢单嘢。各位大哥先啱啱拍《破晓王》啫，套电影。我唔知你知唔知边套嚟嘅，古天乐做嘅，跟住系港人，系华哥系咪啊？系啊，港人玩啤牌嘅，咁跟住硬住头皮上去讲咯，跟住介绍埋嗰啲咩旅游局啊啲人嗰啲，唉，所以我啲咁嘅类似执生咧，我谂都做咗好耐噶啦，所以譬如啊，你话喂做电台节目咁。都唔会太过系对我嚟讲好艰难嘅，即系我唔使点样 rehearsal 噶嘛，即系你今日你睇个情况，基本上我录音之前三分钟仲同你讲我讲紧个电话嘅，咁讲个长路电话，跟住我话 Andy 睇晒啲嘢未啊，睇晒就开波啦，我系咁噶，其实基本上咧，呢都系一个技能嚟嘅，系啊，打天才波噶啦，咁对我嚟讲，由细个嘅你话喂。校内对住即系可能系二三百人，跟住以至出去跨区比赛五六百人，就去到大个咁你上市公司发布会，咁噼里啪啦连埋啲人员，咁我谂一千人到啦都有嘅，应该个场地几大嘅，咁都惯噶，系啊，基本上我谂我对住一千人一万人都系咁讲嘢。嗰啲什么上台之前会脚震啊，唔舒服啊，嗰啲咧，咁啊最多咳两声咯，跟住啊都唔使稿噶啦，我上台基本上支麦到咧就随口朗诵出嚟噶啦，真系。咁啊讲翻先啦，咁其实陈奕迅呢单嘢咧，我绝对觉得咧佢由心出发，但系我睇得出一点咧，佢开头咧其实佢串班小粉红咧。他講到嗰句你唔想聽咪唔好聽咯，但係佢中間因為佢年紀大啊，好似我咁樣咧，個人咧到你年紀大咗，你會有頓悟，將你攻擊性咧稍為降低，於是佢就咧首先用泰文同人講，咁泰文你莫論話小粉紅啦，香港人都未必聽得明啦，係咪先？即係對於我嚟計，我除咗識嗰首泰文版嘅蒙面超人，我都唔知道唱乜嘢系咪先？叫做你揾个泰妹同个泰文，我都真系听唔明嘅，同即系日文好少少嘅反而，系咪先？咁跟住佢引用翻佢话：，喂，讲英文我都系噶，你要我讲国语，你讲唔该啊，你讲麻烦啊，咁样。其实咧，亦都引证一个现象噶，啲香港嘅明星咧喺国内咧，无论系淘宝啊带货啦，喺抖音度带货啦。其实他们呢是没有了那种明星的光环的。人呢是觉得香港明星你上来 outlaw 是我们去养你，所以呢你应该呢是要自用自觉的。包括即可能之前你看那些访问片段呢，可能譬如喂国内电视台访问要讲普通话的嘛，但国语的嘛，你不可以用广东话来回答的、哦。跟住無線問你嘢，你咪用翻廣東話咯。試過㗎，有啲片，譬如話阿古天樂同埋阿陳奕迅咁，啊唔係陳奕迅，阿吳頭先講過卡拉 OK 嗰叫咩啊？吳鎮宇。跟住喺度受記者訪問咧，喂吳鎮宇突然間轉唔到 channel 啊，對住無線電視都係講國語啊。跟住阿古天樂隔離窒佢啊，喂講廣東話啊咁樣。即系我试过有呢啲片段噶，咁你其实香港明星歌星，你喺国内咧嗰个受欢迎程度之余咧，你个地位咧系好低嘅，人可以咁讲，佢哋即系对你系冇份尊重啊。以往咧，如果你讲紧我哋嗰个年代咧，喂你许冠杰嗰阵时出嚟，佢突然之间即系喺我哋十零岁嘅时候，隔咗好耐开一个演唱会。喂，嗰种出嚟系受人尊敬噶嘛？许冠杰嗰啲，系啊。咁你仲记咩？以前有个好耐以前有个人叫罗文噶，记得记得，即江泽咯，系咯，江家二人等于火啊，系咪先？咁罗文，咁好坦白讲，我谂佢嘅性取向应该系有啲疑惑嘅，但系冇人敢讲噶。嗰阵时。
嗰阵时啲人唔会咁讲咁多呢啲嘢嘅，出到嚟个殿堂音歌手嚟噶嘛？咁你仲系阿容祖儿啊咁多人嘅师傅？喂，咁其实嗰阵时嘅歌星同而家歌星咧系两回事。陈奕迅咧可能即系佢始终有真我，所以佢会演变到咁。好啦，咁啊 Eason 呢单嘢咧，即系叫轻松下啦。咁去到今日有单大镬嘢，咁讲紧咩事咧？今日新鲜滚热啦！今日嘅中午系今日你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中午。咁啊，有啲讲紧系以色列咧，同埋以巴，即系叫做地区嘅中国人啊，同埋啲留学生咧，就上网求救喎。咁上咩网咧？就系、是、Twitter， 即系而家叫 X 啊，嗰个网啊，即系我日日攞嚟睇咸片嗰个网啊。咁啊，上 Twitter 求救，咁内容系乜嘢咧？咁啊，大家会见到啲相嘅。咁啊，阿 Ken 哥帮一帮手啦，就即系呢段时间啊，将我哋啲有啲相咧摆翻出嚟啦。喂，咁佢嗰个求救内容咧就系话啦，咁佢哋咧就喺呢一个吓、啊，即系讲紧嗰个叫咩啊？以巴地方咧。系听唔听到啊？我支麦个回音难唔难？听到听到，冇问题。因为我好惊啊，而家吓，因为个地域问题咧，即系要用 VPN 做咧，我好担心有 delay 同埋嗰支麦啊，嗰个断咗啊，回音啊啲，有时间唔中问一问。咁佢哋咧就系、是、啊，即系叫喺度呐喊呼叫啊，佢哋谂埋我要撤离啊，因为而家我打仗打到冚冚啊嘛。咁佢哋滞留，亦都撤离唔到，甚至乎佢哋听到枪声，见到爆炸，咁佢哋当然要谂点走啦。咁跟住陆续咧，你发觉咧好多地方撤侨嘅、哦，例如你佢其他国家咧，喂已经系有人接走晒啲人啊，什么啊撤退啊，派人保护佢哋啊，跟住会坐飞机离开啊，点样啊？咁跟住佢哋，咦喂，咁我哋中国几时会唔经嚟救我哋啊？咁样。咁你成單嘢，你喺以巴衝突嚟計，喂斷估你唔會真係對住啲恐怖分子，你揞滿中國護照出嚟就停火噶嘛，係咪？現實上唔會發生啲咁嘅事喎，係咪啊？係啊，即係你會唔會而家你要同條女結婚，你同你講嫁妝要1000万，跟住揞滿中國護照，呢、這個身份已經遠唔止1000万啦，會唔會咁啊？唔得噶，你睇嗰啲國產神劇咪會咯，係咪？但係事實上唔係噶嘛，冇可能噶嘛。咁你倒翻轉，你話哦，你揸住個英國護照反而會值錢啲嘅嚇，你揸住個外國國籍反而會喂大佬，人哋可能會覺得啊緊要啲嘅。咁但係喺而家呢環境，最緊要你個國家嚟會照你。咁曾幾何時咧，喺吳京嘅大力宣傳之下咧？全世界都会觉得，哎，只要你有咩事，揞唔出你嘅中国护照，可保平安，系咪咁啊？系，因为喺入边咯，因为背后就系中国嘅军队、中国嘅外交负责嘅专员，会喂，例如，哎，佢有战机吓、啊，会系嚟参战嘅。咁其实如果爱好和平，战机唔嚟参战都好，都会有撤侨行动。甚至乎出动战舰，你睇红海行动啦，接载啲难民，系咪啊？甚至乎你起码会包机啩，就算你样衰衰，包架货机又好，即系包架咩都好，都会话。结果就系冇、啊，咁冇唔紧要啊，冇啊，仲大镬系乜嘢咧？你上嚟求救，佢哋首先发嗰啲叫微博啊。咁啊，甚至乎发嗰啲国内嘅嗰啲网页啦，俾人封号、哦，话佢寻衅滋事、哦，散布谣言。哇！呢八个字咧系万能噶，万用 key 嚟噶。你几时有任何问题咧？包括你同你老婆嘈交，你可以用噶、哦。喂，你寻衅滋事啊？系咪先？即系搞事啦咁样。咁你处理男女关系又得。不，你个细路啊，你个仔，你个女恩皮啲啊，你又可以话寻衅滋事嘅喎，系嘛？基本上你去到国际大事，你都可以话人
尋人滋事啊。咁你用呢個理由嚟封號咧，就好大鑊嘅，因為佢而家咧唔係身處一個太平盛世、非常繁榮嘅地方，例如深圳同廣州，走去講一啲難聽嘅説話啊嘛。佢唔係走去深圳、廣州拎起個白紙啊，跟住進行白紙運動啊，嗰啲你又話佢尋人滋事啫，係咪？咁你香港你可以鬧佢死黃絲啫，係咪？但唔係喎，佢喺個窩鬆入面喎，喺個戰場上面喎。你話佢尋人滋事，跟住你封佢號，鏟佢個 IP， 大佬咁點算啊？結果啊出現咗咩事咧？大鑊啊！咁啊有兩個中國女仔求助無門之下，竟然向台灣求助。结果点呢？台湾基于人道立场接走埋佢哋。咁呢单你咁梗係过分啦，肯定係蔡英文呢个台妹唔識諗啦，係咪先？咁唔紧要啦，最大镬系咩事呀？喂，即係喺大陆呢好多时呢有啲好得意嘅片呀，例如无端端呀同你讲有个官员呀出嚟承认啲嘢呀，会点样喺个叫做话喺啲电视荧幕前啊、微博啊、小红书啊、抖音啊、快手啊啲视频前面啊，忏悔啊、认错啊，跟住今日咧就喺快手啊，喺呢个快手啦、啊、喺微博啦、啊、抖音啦、啊，出现咗条片，条片系咩嚟呢？入面有一个类似陈怡，系啊，冇错啊，好似 JPS 嘅陈怡。咁嘅样嘅一个中国留学生话：，哇，中国政府啊，同中国领事馆啊，真系周到啊，成功将我哋撤离，提供伙食、舒适嘅环境，令到我哋安枕无忧，喺国外受到全面嘅保护。结果呢条片系点呢？就俾当地嘅叫做真真正正。嘅中國人唔止學生噶，連埋喺當地嘅華僑，即係中國人啦，喺可能係做生意啊咁樣啦，都踢爆。第一條片係國內拍攝，國內播。第二，佢哋越嚟越多人咧打電話冇人聽，喺微信啊、微博啊、SOS 啊，即係求救信息，俾人博 IP 鏟户口。跟住呢有警告佢哋唔好搞事。打緊仗我想撤离，你叫我你话我搞事。喂唔係呀，哇大佬，喂真係咁样喎、啊。咁跟住点呀？最搞笑。领事馆呢佢哋求助嘛，得嗱咁有班机嚟接你嚟㗎啦。咁有班机接我哋，係呀，咁跟住点呀？咁、那个波掉俾一家航空公司啦，咁、啊、我哋唔好开佢全名啦、啊、我唔会话俾你知系中国航都啦，系咪先？咁跟住咧，交俾呢间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咧复佢哋，班机取消咗啦，咁样吓、啊，班机取消咗，咁点啊？喂，大佬，喂，真系打到嚟噶咯呢单嘢，喂，真系哇啦啦打到嚟噶咯，咁点搞啊？去到咁嘅环境。跟住领事馆俾一个非常之具建设性嘅答案佢哋，你知唔知个答案系乜嘢啊？你自己谂办法啦。系啊，你自己谂掂佢咯。吓，我自己谂掂佢，冇错啊，你自己谂掂佢啦。咁嗱、啊，你问我啦，咁应该系 A， 不如你试下唔经上身啦，你攞本护照出到去啲冲突啊，嗰啲危险地带出示中国护照，可能以色列。同埋呢个吓、啊、巴勒斯坦又好，你以为佢巴基斯坦好啊，巴乜都好啦，都会停火嘅。跟住咧，你中间大巫师啊行过，仲可以要求有食水啊，要求人道救援添咁样。咁第二，可能即系叫做话你直情你变唔惊啦，可能你一个人可以歼灭大军咧，唔奇噶，系咪先？咁成件事总之点啊？你搞掂佢咯，喂，咁即系其实呢啲情况咧，你可唔可以话虾碌咧？可唔可以话惨咧？咁其实我觉得系一个黑色幽默嚟噶，嗯，即系你谂一谂，你身处其中，
你是一个在外，你在以色列好，你在以巴地区的一个中国人，无论你是从商，无论你是留学生，那你面对一个这样的战争，面对这么多又白领白兰打仗，又这么多即死人暗楼，跟着你去到见到其他国家的人揸其他护照的人就已经是这样是咁闪紧啦，咁你去到呢个情况，你点咧？求助无援，你又唔识用武器噶，系咪先？你唔会系啲坏分子，你点识？一般冇理由平民识开 AK 啩，系咪啊？冇理由受过军事训练啩？咁你自己连自保能力都有啲问题，咁你同啲朋友啊，或者你一家大细，或者女朋友啊，另一半啊，你喺度读书嘅，跟住就喂面临呢个情况，喂大佬惊天地泣。72小时点逃亡啊？喂，大佬，你以为拍电影啊？真系逃出巴格达咁啊？点逃出去啊？喂，即系成单嘢，哦，你有咩睇法啊？我觉得真系你，咁你应该都预咗啦。你其实真系唔应该话咁即系信任呢、這个即系、就是、外交部啦，系咪先？即、就、系、是。可能都要求下啲第二啲國家嘅領事館咯，或者賴即係問下啲 friend 啊咁樣，可唔可以再埋你咁咯？係咪先？又去求美帝嗰班冚家產？係啊，又係求嗰啲歐美嗰啲邪惡國家啦，真係。係咪啊？唉，求下你啊，順便啦嚇，搭平車啦咁啊。便啦，咁樣。喂，車咁啊？喂，唔掂喎！你成班友喺大陸入邊。喂，支持對家的喎、哦，跟住對家又行刺嘅啲官員，見你啊中國人又打，喂大佬又開槍，喂大佬你又支持佢，跟住你仲要走去同嗰啲嚇凡事嘟嘟皆是錯的，咁同嗰啲嘟嘟嚇嗰啲美嘟嗰啲英嘟嚇嗰啲咁嘅歐嘟咁啊求助，喂大佬。怎会这样的、啊、即你问我即在这样的环境怎样做呢？喂大哥 你打游戏机你输了就下坡来过咯、啊、你打 Call of Duty 好，你玩战地风云好，你玩 CS 都好，是不是那你输了就下坡来过咯。喂但问题是现实你没得下坡来过，你有大镬的嘛，就整单你喂真的不是认祖归宗、啊、整单你就、啊真系佢仔咯，喂，系嘛？即系呢单嘢，真系你有啲咩啊？大吉利是咧，吓、啊、咁就即系见如来佛祖噶咯，见上帝噶，系嘛？咁你真系禅宗噶咯，成单嘢。跟住，喂，大佬喺咁嘅环境之下，咁点啊？咁佢哋啲人咪于是咪嬲咯，嬲咁咪会打啲。字出嚟啦，包括打本书嘅名啦，本书就我嘅老师吓，一位即系作者啊，作家啦，好出名嘅，咁啊叫钟祖康，咁啊钟老师咧，钟 Sir 咧，佢有本著作叫《内心不做中国人》，系啊，跟住咪喺嗰啲咁啊啊，即系微博啊，喺嗰啲小读书啊，喺嗰啲读音啊，跟住系咁啊出啲片咯，拍求助片咯，跟住系咁俾人驳咯。跟住現場咪另外拍一啲有啲即係琴日先講完嘅 fake news 啊，咁啊有好多出嚟講啊，哇好好啊，得到救援啊，甚至乎已安全回國啦、啊。喂，條片喺個中國人入面拍噶嘛，中國人入面上，跟住佢又答你佢安全回國，我其實個邏輯係冇問題嘅喎、啊，個係咪先？佢都係大學生啦，係咪先？咁佢代你报平安，即系其实呢喂呢个世界连报平安都有咁嘅服务啊！即系喂，其实系咪发生咩事啊？吓咁呢班人咁啊，而家仍然系求助无援啦、啊，吓、啊、仍然系唱紧啲 Beyond 嗰啲好惨嘅歌啦，系咪先？唉，即系真系从无埋怨啦、啊，苦与他同行啦、啊，成单嘢系啊，咁。其实就是这么悲哀，这么黑色幽默。那跟着去到现在，即现在我跟你做节目的这一刻呢，未有解决情况，未有方法。那最新消息呢，是前线是停火的。
咁係因為點解呢？Andy， 你身處嘅國家呢，最邪惡嘅國家，討厭嘅美帝出嚟勸喻要設呢個人道區域，設呢個人道嘅逃跑安全線俾人走咗先。不管佢哋係邊個國家人，就算佢係入面手無寸鐵嘅小朋友、女人、老人家，佢唔參與呢個戰爭，你都一定要確保佢性命安全。又係你嗰個邪惡國家出聲喎。嗯，係。過鳩憤喎呢單嘢，大佬。跟住啊，全世界話：，停一停先啦，咁樣。咁去到而家，即係係咁悲哀咯。即係你話，唉，成件事我都唔知點講啊。咁啊，你有咩睇法？咁係噶啦，呢個 moment， 咁歐美國家梗係出嚟攞下光環，幫下嘢噶啦，係咪先？梗係要做啲話人道主義嘅嘢噶嘛。嗯，咁都啱嘅。咁你又因為你都有當地嘅嗰啲居民啊，咁佢哋自己啲人都要走噶嘛，係咪先？咁唔係淨係當地啲人嘅，咁佢即係都有自己嘅考慮話，等自己有走咗先啦，係咪先啊？其实如果是我呢，我又是打了电话给 Ken 哥的。喂，你 IT 来的嘛，你想掂他啦。你整个撤离措施啦，看看跟我当个真正的 firewall， 是不是啊？就是啊，跟着等我撤离出去做个集节目先啦。其实这些环境呢就很难讲的。即其实现实上呢，曾几何时，即是那时候啊，俄乌大战。即係都有啲男人嘅浪漫嘅，例如啊，當時台長都有講過，喂，不如曾經有一刻係啦，諗過啊，不如買機票潛入去呢個烏克蘭邊界，真係做一次戰地記者，跟住就算死都死喺戰場上面。喂，嗰陣時我諗住一齊行嘅喎，成件事。哇，好偉大喎呢啲。唔係偉大啊，係型啊，大佬你有幾可有啲咁嘅機會啊？是啊，你问我，咁我梗系战地记者兼咩啊？兼当地嘅武装分子啊！我一定揸枪噶，哇！你冇理由 AK 都唔傍身啩？真系拎住部相机啊！大佬唔好啩，系咪先？有啲咩事？即系呢个世界最紧要嘅 AK 保全家啊嘛，系咪先？好紧要噶。咁跟住后屘咁啊，梗系冇去到啦。咁啊，如果唔系都听唔到即系台长同我把声嘅而家咁啊。應該都在當地刮到了。其實這些是很浪漫的，但問題是你身處那個地方，你沒有自我保護就很難的。因為其實我自己慶幸呢，曾經何時在一些即叫亞洲的落後地區做過事呢，都叫做起碼曉 啊假設執到支槍，我曉得即叫 reload 啦， check 它的部件啊，看看一些槍機啊，槍管有問題啊，跟住起碼識得啦 reload， 叫做話上彈上膛，跟住識得操作啊，係咪先？最少起碼你可以識得用一件工具嚟保命啊！喂，你諗下喎，嗰啲即係咁純真可愛、天真無邪嘅中國人，佢哋點識啊？佢哋點識啫？你除咗係喺個袋度揞本護照出嚟，佢點識做其他保護自己嘅嘢啊？係嘛？咪最多暗搭钱出嚟咯，冇用噶，系冇用噶。我想同你讲冇用噶。你而家你喺以色列，你暗啲又暗币啊？唔系话，大佬搞唔掂噶。你暗有一啲唔得噶。你喺嗰啲当地地方，你有钱同冇钱其实一样噶啫嘛。你有钱分分钟死快啲添啊。系，我讲真噶，你喺遇上任何危险，你唔可以俾钱人噶。你唔好谂住俾完钱啊，除低只手表啊，就保你一命啊，系唔会噶。嗰啲人系怀念都系咯。其实佢开枪同唔开枪，粒子弹即系嗰一个几毫嘅事，佢点会悭啫？倒翻转你俾完钱佢，你转头攞把刀仔吉佢，你自卫佢咪仲麻烦？佢系咪都开火啊？所以基本上喺遇上嗰啲环境咧，你一定要识保护自己。或者你身边你有老婆仔女，你一定要懂保护你身边的家人。是啊，
即係俾我就嗰啲環境，睇下喺邊度，睇下執支 AK 翻嚟，跟住教彈法，執多兩三隻彈架擺隔離，跟住睇一睇咩環境先。一邊啊求救咯，打電話求救咯。咁你喺咁嘅環境，當然啦，你嗱你唔好話我係做廣告啊。咁如果係即係覺得我講嘅説話有道理咧，咁啊懇請有隻錶叫8000，有冇聽過啊？我自己冇聽過。名錶嚟嘅，出名嘅，好似啲勞力士啊、雕陀嗰啲咁啊。咁8000咧，呢間錶廠咧，佢有隻錶叫 Emergency， 佢係一隻手錶。佢係可以拉條天線出嚟嘅，跟住咧你當然要錢另計啦嚇，跟住你係可以咧係派出直升機咧拯救你嘅。哇，咁犀利！係啊，咁但係當然你買係，即係佢會睇翻啦，你嘅身份地位啦，你識唔識用槍械咧？因為其實你撤離嘅之前有段時間，你 call 阿欖，唔係你而家 call 佢叮噹咩隨意門咩？唔係。你而家 call 一下分鐘嚟到噶嘛？咁你都要識揾個位 take cover， 你都要識得自己 set up 一個叫 safety zone， 點樣做可以去保障到你同啲物資，同埋你可能持續可能係佢飛唔到入嚟，有啲導彈啊，有槍咁射佢，咁佢一定要等噶，等到安全佢先飛啊嘛。咁可能中間可能大家利是講句，可能守幾個鐘噶，或者甚至乎10个钟以上噶，即係如果你睇個。黑鹰十五小时 back down 嗰套戏，你明我讲乜嘢噶啦？咁去到佢嘅直升机过嚟救你的时候，系咪啊？咁你都未安全噶，你上机咧，上机上完机，你仲要逃翻出去噶嘛？即系其实成单嘢，喂，咁你话呢间表厂整嘢咁嘅表，俾你咁样求助，系俾个一个生存嘅机会你噶咋？其实，所以点解只表卖到咁贵咧？佢又唔系特别一啲乜嘢做工，又唔系讲到明话。话点样佢？喂，我带只劳力士应该吓，价钱差唔多，喂，威过佢啦咁样，又冇人识个牌子，即系叫做唔系好响朵啦。佢咁贵原因就系因为佢提供呢啲服务咯，其他标厂系冇标厂提供咯。嗯，系啊，即系如果系我咧喺啲咁嘅地方揾食咧，嗱临嘅有咩事，你除咗系向当地政府，即系嗱我啊。我话唔信澳门政府真系会动用啲咩资源嚟救我噶啦，咁有咁嘅环境，咁倒翻转咧，咁啊即系啊，咁我好彩啦吓，有本英国护照嘅，咁睇下英国政府啊，或者够唔够啦，唔够咪又走去跪地嘅，啊求我你啦，美帝，跟住咪我有个朋友叫 Andy 啊，你睇在佢份上救我啦咁样，啊有两个添，一个系你啊，一个叫 Andy 高啊，高迪哦。系呢、這个系啊，三藩市环电台系啊，即系你头先讲过啊，阿李婉华嗰个啊，嗰个电台咯，佢 OK 嗰个李婉嗰个系一样，一样收到噶，一样收到噶，一样收到噶，佢喺加拿大同埋美国都收到噶个环电台，系啊，三藩市都听到噶，所以咧。即系其实冇噶啦，你嗰啲环境咁，睇银本英国护照出嚟啊，只狮子救唔到你啊，只独角兽救唔到啦。咁另外买重保险咪叫埋间表厂咯，喂，大佬拉条天线咯，睇下佢架飞机入到嚟咯，系咪先？即系系咁嘅环境噶啦，你叫做嗰啲地方你冇得求生噶，咁啊好紧要啦，即系同大家讲一讲而家以色列嗰、那个，即系讲下啦呢场仗咁。其实都有啲背景可以讲下嘅。咁而家场仗，喂，即系咩情况咧？咁样，咁其实场仗咧，而家咧，即系阿 Andy 啊，我唔知你自己点睇啦。咁其实嗱，以色列咧就大量嘅坦克咧，同埋嗰啲步兵咧，就去到即系出发咗噶咯，同埋打紧佢，你知唔知啊？听讲系，佢已经话好似救咗唔知百几个人噶咯，已经话。咁但系同一时间，喂你嗰个啊，即系讲紧你哈马斯嗰边都俾佢打死好多人噶，加沙。多过以色列死嗰啲人噶。系啊，咁啊有两张图啦，咁啊麻烦啊 Ken 哥即系帮一帮手啦，喺节目嗰度咧就摆一摆出嚟啦。咁成件事咧，喂绝对咧，即系个情况咧，超级唔乐观噶。唔乐观之处咧，
是第一个实力是悬殊的，因为你照看个人数呢个比例呢是多出一个级别的以上的，是不是？你那个叫做话呢，即是你只是以色列的正规军加上那些即是预备役啊那些那些人数、啊、即是大家有张图可以对比一下，你是那些 active 啊正规军啊讲紧是几多少啊？17万啊差不多。跟住你后备役啊，后备役是几多少？46万几啊大佬。不是讲笑的，喂那个人数是剪压力的，那你对家其实可能几万人的。咁嗱，我严格觉得张表是有啲问题嘅，因为嗰张图咧，其实咧佢话加沙，我觉得加沙嘅数量咧分分钟系多嘅，因为求其佢啲平民，跟住你俾件武器佢又系武装混遮噶嘛，嗯，系咪先？咁正如一样嘢，佢武装佢冇军服噶，佢冇记认嘅，佢武装分子，跟住佢系去到啲叫做安全地带。safety zone， 佢冇武器嘅，佢话佢平民，你救唔救佢咧？理论上你 identify 唔到噶 ，identify 唔到咧嘅时候咧，人道立场你都要救咗先，你冇理由你行埋嚟跟住枪毙你噶嘛，系嘛？系，所以呢场仗以色列难打在咧就系呢样嘢啦。第一，地道太多，鬼鼠位多；第二，你分唔清楚嗰只系黑猫定白猫啊。邓小平伯伯话斋，不论黑猫白猫，哎，都是好猫啦，咁救咗先咯。咁跟住，甚至乎喂，佢加沙佢确实几多人咧？嗱，我唔相信嗰张表讲嘅万五至两万咧系实数，冇可能。系咯，少得滞啊！系啊，佢潜伏数好多。其实你睇到呢战争咧，你会觉得好惊，因为你见到加沙。即系而家俾人围啦，喂，嗰啲地形咧冇路走嘅，你封死晒噶啲围墙，即系你譬如向埃及方向啊，向其他方向啊，俾人封死晒嘅，知唔知啊？喂，大佬，封死晒嗰样嘢，喂，大佬，你唔系讲玩噶嘛？讲紧你真系完全喂成段，你冇路走噶，你俾人困住打噶。即系嗱，我哋大家睇一睇张图啦。咁其实张图嚟计咧，就讲得好清楚噶啦。成个地形系画咗出嚟啦。呢张图咧，其实亦都话咗俾你知啊。喂，嗰啲难民营即系居住地方咧，嗱，你见唔到张图先？睇到，睇到。嗰啲居住嘅地方咧，其实好近嘅。即是你不要想到它是冇远，你設立那些即是叫做战争的地方和居住地方呢，其实距离是一步之隔的。那一步之隔的地方叫做说在这样的距离到交火，你只是一些榴弹呢，我想都大镬的了，即是子弹没玩的，随时是 fit 中人的。跟住你另外其实中间呢，你其实嗰啲叫做话战争啊军炸地方呢，你觉得佢地图上或者佢画咗条线系咁多就真系咁多咩？佢唔会出界嘅咩？好似你打食鸡啊 CS 咁样定咗㗎啦个地形冇得行㗎，你觉得系咪？定系你觉得喂其实打下就乱鸠晒龙嘅，好似打二战咁样系咪？即系你諗想不到的嘛，你画了的地方喂画明的那里不会轰炸的，结果怎样轰炸的、哦、是吧？现在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咯。而它的围墙是多少呢？60公里，未计埃及那边，60几公里的一个围墙你突破不到的。中间有个缺口呢，其实有，但你应该相信很多被人堵塞了。缺口的另一边就是军队，以致军队是准备杀入去难民区。中间这个停火阶段呢，究竟实情是怎样呢？我和你都不是身在战场，但我绝对不乐观。最后呢有件事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现在公布了哈马斯的组织用一些很高的科技
就去当时啊叫突袭偷袭意识俾啦。咁啊，点高嘅科技咧 ，Andy， 你讲下。即系佢用嗰啲即系空降啊，滑翔式嗰种降落去佢哋个陆地嗰度啊嘛。佢用降伞，跟住去攻击噶，成件事咧。好似你睇二次大战嗰啲咧，咩市场花园行动啊嗰啲咁样咧，啲散兵跟住跳落去攻击，跟住越过到围墙，跟住另外有啲高科技武器嘅、哦，喂系咪有随意门啊？系咪嘟嘟嘟嘟神奇随意门？跟住 L L 唔系啊，系一啲喂谂唔到啊，滑板车，滑板车算啲乜嘢武器啊？咁样滑板车加到降落伞。单车加降落伞，喂，成单嘢，即系哇，成单嘢，其实你谂下，单车加降落伞，滑翔，哇，大佬，几高科技嘅事啊！跟住你话成件事，如果之后发现咗有一啲咧小型滑翔机飞行器咧，仲大镬。如果系咧，如果唔系伊朗提供嘅，就扑街啦。系边个提供啊？你觉得？因为。可能是看啦，可能是阿平少咯。那就扑街啦，因为现在在卖嘛。我上次讲过在节目，我有图有真相的。一架微型飞机啊，那些喂，100万人仔嘛。跟住你另外你，即是如果你比起导弹啊那些，你算什么钱啫？是不是？嗯，是。那卖街的、哦，做出来可能不是这样的价钱呢。做出嚟可能几十万咧，咁如果你有啲咁嘅东西送咗俾人，人哋又攞嚟咧，跟住即系叫做话城市花园行动嚟个邓寇克空降大行动咁，咁啊大镬噶咯，即系喂成单嘢走唔甩噶咯，咁到时你唔止缺席个 G20 峰会噶，系咪先？你几多个 G20 你都唔使去噶，俾人杯噶咯，成单嘢系啊。即系其实而家好惨噶，你慢慢越揭越系嘅，就系成单嘢。你以色列当然啦，喺嗰个人道立场上面咧，你又系处于一个劣势嘅，你讲唔到噶，你讲唔到，你就话喂，我可唔可以用啲大杀伤力武器啊？甚至乎我哋喺节目讲过，可唔可以攞一啲即系叫做唔人道嘅武器啊，去歼灭人类啊？例如好簡單啦，你可唔可以用一啲毒氣類啊、神經毒素嗰啲咁嘅嘢？唔得噶，你俾人影到一次咧，你就死噶啦，係咪先？咁但係打仗又何嚟有人道嘅咧？即係你而家唔係玩 war game 啊嘛，你冇投降啊？喂，唔好射啊，投降，你冇得投降噶嘛？嗯，你投降只有一種方法啫，就係死咯，死咗咪投降咯，係咪啊？咁其實你話喺入面而家咁樣，哇！死好多人喎、啊，加殺咁樣，嚟緊個數字越嚟越升噶，唔會少噶，係嘛？咁仲有消息同你講啦，喂，加沙地帶入面啲恐怖分子又好，叛軍又好，唉，啲反對派乜都好啦，佢好似即係又係二次大戰咁樣，攞啲迫擊炮啊，攞啲人。膊头啊，肩托式托住啲火箭炮走去焚以色列啲坦克、啊。你对于而家咁嘅世代，仲有啲战术，你点睇啊？即系搞笑咯，即系有啲。其实喺乌克兰咧，都系咁样焚俄罗斯坦克，但系问题，乌克兰士兵揸嗰啲东西系咩嚟啊 ？N 咯啊。哦。嗰啲系刺针式啊嘛，系啊，佢揸住嗰啲系新型嘅导弹，甚至乎系啊，遥控嘅武器嚟噶。加上仲有啊，系追踪式噶嘛，系嘛？追踪式噶嘛，嗰啲系有两种嘅，系啊，有啲就算唔系追踪式咯，佢热感啊，热能感差嘛，系热感啊，唔同你喂真系打二战咁样，真系肩托式，什么吓？好射啊！是啊，勾射，是你讲得好啱，是勾射噶啦。喂，啲R下面都有啲喎。以前都唔知讲产品啲嚟咯。系啊，RPG 咪勾射咯，神奇迫击炮咯，周星驰嗰啲啊，神奇迫击炮。凭感觉射咯，好似阿王义夫奥运咁咯，
全凭勤奖咯。咁啊，睇下中唔中啦咁样。咁你去到嗰啲环境，其实喂，大佬好差大镬噶。你唔通你真系打游戏机啊？打呢个战地风云啊？你唔通你迫击炮打坦克飞飞机咩？唔得噶嘛，现实上。喂，大佬都大镬噶，真系成件事。因为同埋最紧要，而家嘅地形系咩？加沙啊！你唔同俄罗斯乌克兰，你嗰啲即系冇树林啊，冇嗰啲即系叫做话系啲田地啊，冇嗰啲 jungle 俾你啊，你知唔知啊？你点样 take over？ 人哋攞热感，你就出晒嚟噶咯，出现形噶咯。你细个有冇睇过《黑鹰十五小时》啊？好似有睇过，但系好耐啦已经。《黑鹰十五小时》咧都。即叫做话系啊多啲地形啦、啊，你而家加沙咧、嗯，其实中间啲地方嗰啲算咩地形啫？你认为嗰啲难民之家，嗰啲难民嘅建筑物，你觉得系枪炮打唔冧 ，fit 唔穿嘅咩？嗯，系啊，你匿喺嗰啲地方度 take cover， 你咪即系等于冇嘢 take cover。我其实你中榴弹都死噶啦，已经喺呢啲地方，我非常清楚啊。正如同你讲，喂，你嗰啲啊，什么柬埔寨啊、越南啲山区、啲村、嗰啲草屋啊、啲茅屋啊，嗰啲地方你认为可以 take fire 咩？嗯，啲五点六子弹啊，啲 AK 嗰啲 fit 埋嚟，你觉得打唔穿啲茅屋噶？肯定打得穿啦，即系佢想用嗰啲人嚟到，即系。当系一个肉盾咁咯，系咪啊？即系佢老实嗱，老实讲，唔系话特别利用，因为佢根本冇路可退，冇路可撤，走唔到噶。你边有地方走啊？你而家睇下张地图，你比如话困住咗喺个角落打噶。如果细个咧，你要玩个 game 叫 Age of Empires 咧，世纪帝国咧，嗯，你一望到你就知坎坷啊！呢坛嘢系围捻住嚟噶嘛，嗰度已经。你冇得走噶，其实你去到咁后面系条河，系嘛？喂，你打个机都知啦，你点啊？点搞啊？即系死路一条咯。所以其实喂，去到而家，以色列要点做？我觉得第一唔系佢自己话事，佢一定要睇好多国海外嘅舆论。咁第二制衡到佢嘅，同埋即系令呢场战争有个下台阶嘅，其实都系。我哋最讨厌嘅国家咯，即系你身处嘅国家咯。系啊，睇佢点做点做噶咋，即系成单嘢，佢系一面倒，纯粹系完全帮以色列嘅。剿平啊，所有恐怖分子敌对势力都应该扑街唔家产嘅，定系即系叫做喂健康啊收咧，唔好俾你太过乜嘢咧。如果唔系人间炼狱嚟噶咯，其实好大镬噶。那班求救的中国人都很大镬的，死人冧楼的会。系啊， Andy， 咁啊，我哋节目咧今日做不到太长，因为我今日真的很忙，我一阵又要去个商会的晚宴。咁啊，有啲咩补充一下呢 a n d y 哥？冇啊，即系都系而家睇西方国家点样想件事完结咯，即系我谂都系。不过我自己觉得咧，就系佢哋都系会即系以人道呢样嘢嚟到了结噶啦，即系佢都唔会话伤得太惨，我谂。嗯，其实就希望啦，个局势明朗啲啦，唔好太过残忍啦。即系我哋呢年纪咧，唉，我心脏病啊嘛，成日见嗰啲死人冧楼咧。其实就非我所愿嘅，咁但系成件事越嚟越多嘅朋友仔啊，啲网友又好，其他嘅朋友仔都好咧，都讲紧呢个系咪第三次世界大战嘅其中一个吓嘅序幕嚟噶？咁样你自己觉得咧？喂，真系有机会喎，呢啲系咪先？即系呢啲就系好似以前咁噶啦，即系重复同一样嘢。每次咧嘅擦槍走火咧，都係估唔到噶，係估佢唔到噶。跟住咧，每次都係咧，由一啲嘅可能係人道啦、宗教啦，
嘅一啲東西咧嘅爭執啦，睇法嘅不同啦，有一啲係小誤會咧累積而爆破就大炸彈嘅，其實係啊係。人類嘅歷史就係咁噶啦，你莫論話海外啊，你睇翻自己中國啊，歷朝嘅朝代分聯又合，合聯又分，分聯又分，每一次都係咁嘅啫嘛，係咪啊？陳老嗱話齋，我唔妥你，我可以揼你，僆仔你啤咩啊？咁係咪先？成件事喂就係陳浩南話齋係咪先？同佢教書一樣嘅啫嘛嚇，喂其實。其实成单你系咁噶咋，即系你即系喺而家咁嘅乱世，大家即系祈祷下啦，拭目以待啦，吓、啊。咁另外有啲听众必须讲，譬如问我啊，关于打坐嘅事，其实有啲嘢咧就都要虚耗啲精神嘅，就做唔到啊，连续打坐、连环打坐，即系做唔到噶，系啊。咁第二唔系你想打。就打噶嘛，系咪啊？你打再好，打飛機都系你要天時地利人和噶嘛。你打坐，就算你系當啊靈魂出竅啊，好乜都好啊，你去唔去到嗰個時空，去唔去到個時光咧，都有個問題。因為對方如果對家嘅控制領域、精神領域比你強嘅話，你細個有冇睇過呢個《新世紀福音戰士》啊？有，人哋可以捉起一个叫 AT field 嘅东西嘅。嗯 ，AT field 系咩嚟咧？即系简单啲讲啦，你可以当系神秘学讲嘅结界啊。嗯，个结界咧会将你咧封印嘅，即系封印咗你，挡住喺出面嘅。咁你细个睇《恶和僵尸有约会》咧，阿万绮雯咧、马小玲咧、林冰斗者、街阵列在前、朱邪之外，佢都识画结界啊嘛，系嘛？嗯，画咗结界咁点啊？僵尸入唔到，跟住咧啲邪灵入唔到，只有马小玲着住短裙仔嘅中间尸企喺度啫嘛，系咪？好大镬噶嘛！咁其实我都会受啲影响喎。当你打到座啦，咁如果人哋对家比你系劲好多嘅咧，咁你突破唔到，你点问嘢啊？你连入去佢都挡咗你，你咪倾唔到计咯。咁仲要啲聽眾成日話：喂，你問一下咧，八廿一歲嘅司徒文俊啊，點樣點樣點樣？問佢啊嘛，問佢。喂，你想問就問咧，你聽節目都知啦。司徒文俊係個麻煩人嚟噶嘛，係個撲街嚟噶嘛，係咪啊？真係喎，我講真嘅喎，好唔好相遇嘅喎條友。就算你司徒文俊嗰啲，點解俾面你啊？因為你好契弟，係咪啊？佢可以咁樣嘅喎。所以都好麻烦噶，即系真系啲听众话，喂你快啲而家讲埋耳巴点样啊嗰啲，唔系预言到咁多啊，你真系要睇到，你做到你先可以讲到噏到啊嘛，系咪啊？冇嘅唔得咪唔得，打坐揾唔到冇咯，冇精神打坐咪唔打咯，系啊，即系有样嘢讲多啲真话啦，我觉得而家呢个时代，因为。无谓讲咁多大话，都唔需要去，无论政府又好，私人又好，所谓去俾人带嚟一啲误导，系冇必要啊！我觉得，因为反正都有今日，都唔知有冇听日咯。吓、啊，做人嘅嘢，即系三间穷五间富，唉，不如即系吓、啊、活在当下啦，大家开心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吓抱歉啊，即系因为即系。啊！我有問題啊！我地域又有問題，跟住我啊要參加啲活動，又做唔到 live 啊，即係同大家交流唔到啦。但係忍埋啦，應該就聽日情況好多噶啦，因為我啊應該啊如無意外啊，聽朝一早啊又歸位啊，跟住咧就應該會夜晚睇下聽日可唔可以啊同大家係做到 live 啦。咁今晚咧。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聽埋兄弟新聞台啦，因為兄弟新聞台咧，我唔知佢哋題目講咩，真係唔知啊，我上唔到 WhatsApp 啊，咁亦都冇特別留意，但好可能啦，咁如果你兄弟新聞台有火花大叔啦、蠍子王啦、小市民陳生啦，咁可能都會講一講啩，我覺得有機會嘅，所以大家聽下啦。咁啊 ，Andy， 咁啊，多谢你啊，喂，得闲多啲揾你啊，多啲客串下啦，好嘛？
好咁啊，今日讲声拜拜先吓，咁啊，最尾同大家讲声啊，呢段时间吓，照顾好自己啊，无论系你身体有问题又好，经济有问题都好啊，有咩事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永远都系要记住，身处任何嘅乱世，唔好惊，真系唔使惊噶，天地变幻系一个好正常嘅事。好啦，下次翻嚟，拜拜。好，拜拜。